Omega-003，他说有一个摆钟啊，他放在呢重力加速度是980的地方，公分每秒每秒的 A 处了哈，计时正确哈，今将其置于某一较高的 V 处，则这每日哈慢了十秒，就是一天呢少摆的十下，因为一天是86400秒，他少摆动了十下。那他问哦，这个地方它重力加速度是多少？好，我们知道这个标准摆嘛，它摆动一下是一秒，一哈，这是等于多少呢？2π根号多少呢？1/L，我们叫 L 零啊，这标准长度。那摆在这里的话，它每天哈少摆了十下。所以呢，它摆动一次呢，周期多少？就是 T 啊，这等多少呢？一天是86400秒，它跑少摆了十下，就86400减十啊，少摆动十下，这是它周期，这是等于2π哈，根号 g prime l。好啊，这个的话，我们稍微给它约分一下，这个多少呢？这是8640减一啊。好，好，那我现在把它给除下来，除下来这个等于多少？除下来的是8640/8640减一。这等于多少？一除下来哈，就是 g prime 除以那个 g。好啊，这个哈，为了方便，我把它写的话，写成这个是上下除以8640，是一减掉多少呢？8640/1。好啊，我两边给它平方，两边给它平方以后哈，就是一减8640/1哈，平方。这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 1/g π。好，我们有个公式哈，这个是二项式定理哈，一般的二项式定理叫一加 x，q 次方哈，这约略等于多少？一加 qx， 好，等于平方的话哈，我就取前面两项，所以这个约略多少？约略是一减掉8640/2，好，加负2啊，乘以后面这个，好，二项式定理，把它展开，或者是你用 a 加 b 的平方把它展开，好啊，后面那一项是8640/1的平方，哦，那非常小，这省略了，哦，取前面两项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把 g prime 算出来，所以哈，这个 g prime 哈。就约略是等于多少？一减掉一，这是4320，啊乘以980，好，比980稍微小一点，啊，这个大概多少？大概是979.77公分每秒每秒。